近日，罗志祥装扮的梦幻女神朱碧石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单曲《你干嘛魔性来袭》。 MV 中，朱碧石穿着美丽的红色连衣裙和广场舞大妈一同跳舞，让网友们爆笑不断。10月27日，为了接下来演唱会的预热，罗志祥首次以朱碧石的身份进行直播，在短短的20分钟内收获百万金币，观看人数更是高达280多万。直播中，罗志祥不仅以朱碧石的辟邪装亮相，还跳起了扭臀舞，性感的辣眼舞姿让人无法直视。不仅如此，罗志祥直播时更是现场上演了朱碧石版的蓝瘦香菇，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网红。蓝瘦香菇，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为什么你要说这段话？蓝瘦香菇，小香菇。而看到这么搞笑而又妖艳的罗志祥，粉丝们纷纷点赞称这段视频专治不开心，你好红，朱碧石妖艳起来，天下无敌了等。也有粉丝忍不住现场为朱碧石作画，给有才华的你们点个赞。芒果捞新闻，本捞已经被朱碧石魔性洗脑了。报道。